啊，恁爸妈走路啊，去有从一家的安尼，搬出看阵，不坐落安那，啊，就爬袂起来。啊，我喊救人，我大家紧来哦。赶紧死死啊！我做条艰苦也袂行。无力。我教你安怎用来，搁较紧嘞。就是无力。无力哦，啊！你若换只，左脚断掉。换只我弄飞机到。刚来的时候，就是躺在他家的床上啊，身体很衰弱，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，也没办法自己坐起来。那我们就是说服大哥先使用这个电动床哈，让阿妈坐起来。阿妈安尼就好耶，阿妈爱安尼坐起来哦，吼。有关啦。阿妈你坐起来，过些看外口风景。我拢安尼看只人面。袂歹吼，吓安尼较好啦。真好，真看外。对啦，安尼看外口。拍照啊，拍很拍。啊，佫会使看电视嘞，你电视。阿嬤來咱試看看咧，啊你把我的筋架吼，啊腳放咧土坑，好，來啊出來出來，好，試看看，咦，哦，啊無力哦，掉落去安尼，好，無要緊無要緊無要緊。那我們策略就是說，至少可以坐起來吼，多一點環境刺激啊，那坐起來對心肺啊、消化骨頭、肌肉什麼都是有很大的好處。那我们就慢慢训练，规定他一天坐起来至少要14个小时。体力进步以后，接下来下一步就练站。阿妈，你有想要行路无？我爱行的，我本来就爱行，但爱落楼梯，我袂长。好啦，阿你甲伊讲吼，我借迄个轮椅互伊练行。下礼拜开始练骑哦，有一个过去招你，等你会晓落楼梯的时阵吼，咱再来去迄条外口踅街，迄条整个较水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可以啊。我今日教我做这个。你家己有骨力啦，你有骨力啦。那假如说我们做很多的训练，但是没有去控制他卧床的时间，很多训练就最后还是白费。做一个动作可以抵掉好多个训练，那这样也节省家里的照顾负担。那我跟你讲哦，躺可以不要，但是站不能不要哦，站不要就没得走路了。会听未？一句啦，一句在听。哦，会忍的未？我当时感觉跪落去。感觉跪落去。我坐落。啊，你有要行了无？哎呀，我那爱紧紧当听行来行。啊爱啉奶无？哎呀。啊，要坐落还是要徛起？爱徛起。哦，你讲的哦。一次站20分钟，一个小时就站20分钟就好了，一个小时。所以很简单。我等一下我站20分钟，给他休息一个小时。对。一次20分钟哦，你站6次，你他要不要配合？他配合就可以，他不配合我也。你要逼他了，你这样你没办法的话哦，我们就拜拜了，我们拜拜以后哦，他退化你更没办法。那安那徛哦，哦，过来，哦，哦，阿妈是感冒买冷啦，唔敢哈，我衰，你拜拜。你站10分钟这个你也无代志，伫厝的即阵哪弱哪弹，对你的手、手指头的灵活度，佮即个肩胛头的动作，盆膝骨即个动作会加足好。好来哦，咱举悬，盆膝骨收起来。哎，好，弹落出去。哎，在比较乡下的地方，我们不可能说像医院有一些沙包，我们不可能弄了一堆沙包来给他。那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日历纸。你看，他就需要双手的一个协调动作。更加高关呢，无讲。
我会希望说就回到以前的生活。他以前的生活就是养鸭嘛，包括撒饲料，鸭的饲料你要用抛的也好，用撒的也好，其实这个动作都是有相关联的。阿妈，咱先站看卖，看会徛无，好不好？不急，我都在上数。哇，好棒哦！哇，哦，厉害哦！哦，他可以走，脚步可以。哎呦，啊，手爱倒三公斤。哎，就是快，就是快。其实就是在他生活的环境去训练他生活功能的恢复，对他来说有意义的生活是什么，需要哪些身体的训练辅具啊，还有协助他改变做事的方法、啊、让他的整个认知能力啊，动作能力都全部的提升。阿妈，这样你表演好看哦，我没力，哎呀，好棒好棒，转位都很顺，我的口感大，好，你更会当，好像不服战也没也很好。我是掰开，嗯，要掰的。主要还是要看阿嬷的动机，然后还有家属的支持，这个是这个专案可以成功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。阿嬷，你也让伊看你足厉害啊，换头前。哇，阿嬷，你今日是吃仙丹药？无啦，那厉害。吃袂啦。吃袂啦。也足欢喜。Thank you.